大家好，我们是暖宫系，然后由右翅走石扶手吉瑞居住电神主唱的表演团员。然后在表演开始之前，就是我们有些话想对大家讲，就是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，就是喜欢一个人，然后你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你，然后不知道他接不接受你的情慕，接不接受你的关注。但是我可以大胆猜测，就是对方明知是最强行的告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暖宫系，我们带来这首《接不接受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只会让他更不舍，我发现